王嘉恩在演儿童版的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王嘉恩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王嘉恩巴莱进来，王嘉恩冲啊！王嘉恩睡哦，三姐旁边的臭大哥，睡哦，王嘉恩绝对有大恩。你要睡觉了吧？帮主持，王嘉恩又重新回来了，他想赛德克·巴莱的组长。有一个王炳仁愤怒的向王嘉恩丢掷炸弹，始终还是没丢。危险！地雷！王嘉恩勇敢的向前冲，他不怕死，不怕难。他永远都有这个。很好的战士，他非常非常的勇敢，这是强大，非常的勇敢强大，强大的武器强大，他已经打败日本人了。好，故事到此结束。可惜我现在就结束了吗？大错特错！你们快跪下！我刚跟跑姿势，我刚跳跃姿势，我刚。